您多年来一直主张要把这个伪造文书还有冒用身份这些列入到刑法当中哈，就是现在还是没有相关的这种规定吗？我觉得好像还是在有些在增加吧，比如说修正案9就增加了这个冒用盗用他人身份证件啊，但是呢我就说既然你这个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这个使用他人的身份证件是犯罪，那你使用伪造的公文证件印章当然也是犯罪，那不更应该是犯罪吗？所以我就觉得刑法修正案9增加冒用，就是说盗用他人身份证件这个罪很有必要，但是比他更严重的就更应当规定会犯罪了，就是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那里都应当规定犯罪，还包括使用伪造变造的这个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这些都应当规定。就是我觉得呢，有的人他可能是这样一个思维，就是说伪造变造是源头，所以呢我就打击这个源头，但是我觉得使用是源头，危害最大的是使用行为。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想想，你刻一个不伪的印章你放在抽屉里面，你说你能害谁呢？但是你不刻一个印章，你在一个文书上面你用那种印泥描绘出一个不伪的印章的图案，照样可以干大坏事。对对对对，或者你刻了之后你去盖在这上面，关键是你用使用这个伪造印章的行为，它是直接侵害这个公文证件印章的公共信用的啊。所以在这个在国外啊会有这样的争议，比如说在国外规定了这个伪造印章罪的时候，一种观点就是说你单纯的刻头章这不叫伪造印章，你是把那个印章给盖在或者印在哪个文书上，那个才叫伪造印章啊。当然有的人说那两种都包含在内啊，比如说前不久就有一个人问我，他是一个人大概7-8年前就刻了一个，比如说是国家机关还是一个事业单位的印章，他私刻的，然后是一直就放着抽屉里面一直没用，结果前不久拿出来用了，就盖在一个文书上了，就问能不能追溯。我说这个后面把这个伪造的印章盖在这个文书上，这个就是伪造印章，前面那个也是，那我现在前面的那个也可能过了时效，但是现在这个也叫伪造印章啊。我们司法实践包括伪造印章不是伪造那个章本身是吧，拿的那个章，是盖在纸上的那个章也是个伪造。在理论上我们是那个伪造那个物理的头章叫伪造印形，就是伪造个印状的形状，盖在一个文书上叫伪造印影，这个也是伪造啊。可是我们这个司法实践常常把它理解的太窄啊。再比如说伪造文书包含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什么叫有形伪造？就是说你没有资格去起草那个文书，结果你就起草一个，那叫伪造文书。那无形伪造是什么呢？我有资格起草这个文书，但是我起草的内容是假的，这个内容不真实。后一种危害更大呀，一看呢你有资格去写这个东西啊，可是我们司法机关常常说这不叫伪造，其实这才是危害更严重的伪造。你不能说我能起草一个文书我就随便写啊，那你怎么行呢？是吧？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向上级这个上报各种资料是吧，你不能报假的呀。比如说什么今年的什么这个国民生产收入等等之类的，你报假的就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叫无形伪造。但是这个就是数据注水啊这种情况，这就是无形伪造，这就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啊。
这就是犯罪啊。那他如果是一个单位好多人参与的呢？好多人参与的就共犯啊，只是说有些参与的情节轻微，你可以不当犯罪处理啊，是吧？但是对你这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那就定他个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啊，没问题啊，我觉得是有办法治的哈。有办法治，只是我们有的理解太窄了。一般不太把数据造假当成是一种犯罪行为啊，就是我为了面子工程，我注点水，那就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嘛。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即使不修改，按照现有的280条，一样能定罪。谁来干这件事儿呢？谁来追究呢？司法机关追究，公安机关先立案啊。如果把数据造假，定性为伪造文书罪的话，那是不是就敢造假的人就会少很多？那当然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嘛。一定是说，你只要不把它当犯罪处理，那大家就敢做了，是吧？啊，你要说这是犯罪，但不是说大家就不做了，那至少做的人会少一点啊。就是风气其实还是跟这个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这么说吧。